在座各位哈，咱的公民权利法案你无会举手？公民权利法案没有的，请举手。哎、欸，恁初级班来初级班都何人啊？奈无？安尼等下你也上到有啊？初级班上的时阵都迄个公民权利法案啊，还没有上，将来没有啊？各位同学，我今晚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来，请坐。各位同学，各位同志，请你注意听哈。我今晚未当叫你各位同学，各位同志，我应该讲啊，众将官，大家好，大家安。众将官，你听有无？你唔是将军，就是啥官员嘛。因为高级班上过啊嘛，在法律上吼，你毕业你会摕一张台湾民政府所发的发号的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永久的证书，公务人员变做那中华民国叫做老外啦。因为恁算讲共产党当年有25,000里长征啊。迄阵阵对共产党安尼四界走来走去，会规万个啊！落尾啊，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阵啊，一个人送伊一栋厝，无条件的。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呢，就是现主席应该称作农民，遐人啊，遐人是替中华民国拍拼，其实无保护台湾。是保护因家己，卖叫共产党台死尔尔。啊，对遐人，你啊看，因只老啊，伫享受每一个月10,000多块的年金，就是黑啦。咱在座各位，台湾民政府这4,000名啦，就是甲中国国民党共款遐老啊，啊，共产党遐25,000里长征遐共干。就是共会的干部啦，高干啦，那待遇同款啦。因为咱台湾民众无革命啊，我无叫你举刀啊，我无叫你举枪啊，我有叫你举刀举枪，有诶举手，啊无诶举手，我拢举手啊。哎，那全世界讲吼，这款的革命吼，是全世界找无的啦。我跟你讲，你即马就是讲。速度紧甲慢尔啦，哎、欸，你免感谢我吗？好啦，这是虽然是讲笑啦吼，但是坦白讲，这是吼，真正是上天帮忙的啦。啊，无代无志，我去读证监法；啊，无代无志，李登辉先生叫我去研究台湾的地位，哎、欸，一个研究讲，嗯，安奈安奈，啊，你啊无代无志，美国惊到，啊，主动来合作。啊！甲过以后，奥巴马讲：“你卖过甲过啊！”我讲真的呢，奥巴马派因小弟喊我见过2摆面呢。迄阵你要算的说：“哎、欸，你唔能够过啊！”伊外当甲恐吓啦。我你若无叫我台湾民政委，第二我要过甲你过。哦，马上因小弟坐专机来，因小弟嘛是乌人呢。
啊，当然啦吼，因表母都是乌人，当然是乌人啦吼。啊，来啊两届啊吼，啊来讲吼，讲好啦，总统已经知道了，你不要再告了啦。啊，你告吼，你们会赢啦，但是你时间会拖啦。啊、我想想，哎、欸，有理的吼，因为两千块人你那个告，一直到两千块九年的八月七日。美国的国防诶，这个国务院才宣布讲哦，放弃抗辩权。啊，十月初五，高电话里讲 ，OK， 本案啊，停止审理，等待审理。这个美国的司法制度吼、哦，我爱互恁知影。高电话呢，每一年审的无了有几万件呢，但是最高法院一年审的案件啊，差不多是十，遐一百件加一百五十件尔尔。啊，这是百件、一百五十件，伊安那选择，当然是有抽签。啊，而且呢，他会看，有的时间还未到啊，前咱的时间就还未到啊。美国最高法院甲咱讲，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各位，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好的，请举手。好的，请举手。林志安吼，恁足好胆，好了，好了，明仔载互你，互你卖讲啥啦？明仔载互你亲切去做一个议员，你都做袂起，我甲你讲。那好了，你做你做你，那阵做中华民国议员是真简单呐、啊，对不对？啊，就到你贪污就好啊。那台湾民政府不是和你到你贪污的呢？你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参议员、众议员的时阵，你都要办法律呢。您在家里上课，张12月7号，哦，张的这个12月7号啊。这日子恁未记迄什么日子？12月7号什么日子？什么日子？哦，这重要你拢唔知影了。在奇袭珍珠港啦！1941年的12月7日，湾东的时间，但是美国的时间是12月7日。日本天皇甲迄个做东条英机，因去甲珍珠港甲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12月7日，今日由美国罗斯福伫国会宣布了后，国会宣布诶，罗斯福是总统，他不能宣战，是国会才可以宣战。所以12月8号。美国国会正式对日本帝国宣战，对日本帝国宣战，等于向什么人宣战？日本天皇。啊，12月9号，蒋介石，咱台课本是讲蒋介石伫重庆啊对日宣战。你知影12月9号对日宣战这是假的？你敢知影？知影举手。哎、欸，对。我上课有的有当时吼，我那上课的，我那会记我就讲，啊那未记拢无讲。12月9号，你甲看，迄当阵中华民国有一个对日宣战证书啊，嘿，你来看，伊对日宣战宣公布布告，你看无？嘿，布告啥物人打的？你看无？主席林森呢？啊，蒋介石伫咱的课本内底，甲咱写讲，伊对日宣战有无？我徛北边，对日宣战有无？号召什么10万青年、10万军有无？对日抗战，结果是啥？骗的，真正是骗的。你当时蒋介石当时对日本宣战，没有呢？什么人宣战呢？是林森呢？迄当阵蒋介石的新闻是啥？行政院长。啊，行政院长可以宣战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中华民国对日宣战啊，假。所以日本为迄当阵到今日为止，他也没有对日对中华民国宣战。迄个时阵，中华民国迄阵咪叫做中华，叫做国民政府啦。在迄个时阵，全中国有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其中还有一个政府，就是伫满洲的政府，伫南京的政府。南京的政府，迄当头什么人？你知道无？
汪精卫没有错。汪精卫当时向美国跟向英国宣战，你有感觉真奇怪，你捌读过无？你捌读过野手？唔捌读过野手？你都唔知影呢？迄当时看中国看偌含着，一方面对日本宣战，一方面嘛对美国甲英国宣战，啊，全世界拢飞起个，啊，怎么拍一个？啊，佫一个国家，伫延安，延安什么人？共产党，毛泽东，有三个中国，啊，现在日本讲哦，啊，到底哪一个才是中国？所以，但日本迄阵较挖向汪精卫，啊，所以伊日本挖汪精卫，汪精卫对美国甲英国宣战，日本很高兴啊，啊，所以你要看啊，过去足近的历史内底，咱就拢无读到，咱视频啊拢飞去。中国向美国、向英国宣战，阿妈向日本宣战，啊，对赵杰才有尊崇啊。所以你个想看卖啊？迄个时阵，1951年9月7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美国无叫中华民国参加签字，是正确的。你都无宣战，你要签什么字？当然啦，迄当阵伊主要无还签字，是结果一个理由。对，迄当阵伊已经变作流亡政府。我伫礼拜五上课，一多一日就甲你讲哦，爱感谢马英九。马英九大兄最近甲你宣，甲你讲，中华民国诶首都伫倒？南京。但是中央政府伫倒？台北。啊，有人听到这未晓想呢？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首都在南京，可是中央政府设在台北，标标准准的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就是讲离开伊家己首都，走去别人的土地设政府的，迄叫做流亡政府啊。啊，有啥物唔对？所以我跟你讲，所谓拿军，国民党。拢总知影，即摆多奇怪，干呐？一个政党无清楚诶，甲一个就是民进党无清楚啊。民进党以前是党外时阵呐，讲要消灭中华民国，你会记得无？我是足清楚诶啊。伊迄种我足爱听党外演讲呢。高中诶时阵，我毋知恁会甲我共款无？高中诶时阵上爱去听迄种我迄时阵呐，高二高三啊无卡读册啊。啊，就政见发表就是康宁祥啊，我最爱听伊讲话，伊讲话烧香烧香有啊，很有男性的迄个磁性，我最爱听。啊，现在大家拢嘛甲投钱可以，钱用欠的呢，我唔知你捌安尼无？迄阵吼，钱拢用欠的呢，欠去顶管可以呢。啊，有一届欠欠的，只懵落地讲，哎，啊，我都无钱啊，合坐公车都无钱，用走路等于走两点钟久，啊嘛甘愿的，迄阵阵啊吼。啊！即摆收足唔甘愿呢，啊！你都唔对啊！迄当阵伊嘛讲哈，伊讲要消灭中华民国。哎，1986年9月28日建立了的民政府，拄啊开始，咱嘛想讲嗯，但是伫燕山建立的时候哦，坦白讲，我就感觉很奇怪啦。燕山明明都是蒋夫人的啊，蒋宋美龄的啊，你也让伫迄个所在开？啊，袂甲你哩啊！要爱钱有钱，要爱人互你人。落尾我才发现，民进党中了着蒋经国的诡计啊！伊死遐久啊，到今日，蒋经国还在影响民进党。所以哦，你免怀疑讲，现在民进党有时候他的政策啊，跟咱台湾无共款，这真正常啊！遐人个头壳内底。本地就是较挖中国，所谓的新潮流啦。所以以前李登辉先生甲我讲的时候，坦白讲，我拄啊听到的时候，我感觉怪怪，所以我唔敢问伊啦吼。迄当阵啊，戆戆的。啊，后尾我讲啊，新潮流就是安尼来的啦。所以民进党甲后尾伊的政策，拢是想甲你控制新潮流。所以民进党。你讲你选了民进党，后尾我甲研究讲，民进党害啦，
东中第一条，甲台湾决议文内底拢讲啥？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去死啦！这款的，你甩几步，你就叫咩中华民国啊？你若叫中华民国，你台湾绝对袂出头，永久袂超生。那中华民国，但是这两年啊，美国甲咱斗三工，互咱台湾人愈来愈清楚，愈来愈知影。你台湾人，若要阁迷信中华民国，咱死路一条。咱的子子孙孙永永远远做奴隶，你会讲啊？我来做奴隶啊？我也无皮鞭，你敢怕呢？伊免用皮鞭啦，即卖的社会无得用皮鞭啦，即卖用啥？用法律。你敢无去做兵无？你若真正敢无去做兵，举手。啊，你有做兵举手？你啊，你拢做兵啊？我嘛是啊，我戆戆啊。以前老爸老母甲我讲话，你无做兵会了关呢？但是即摆才发现讲哦，本来就免做兵，啊！你都爱所有台湾联合起来，我无要做兵，甲美国讲，你爱甲美国讲诶，你毋是甲中华民国讲诶。美国是台湾照旧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你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含你中华民国无关啊！你甲中华民国抗议到吼，互你脚行较长去，你都照常无效，是安怎？你找错对象，美国刷入去，马英九跟你讲，你找我也没有用。刚才伊美珠最近拢点你讲，台湾没有主权呐、啊，东海迄个飞航识别区没有牵涉台湾主权呐、啊。当然有牵涉台湾主权，但这个台湾主权是由日本天皇控制。你基普你不都讲话嘛？所以愈来愈趣味啦，尤其今年年底。12月20号到24号，咱台湾民政府150个，基本拢扣好啊。12月20号早上7:30的班机要去日本，这是咱第三年第四摆，咱要去日本做啥？咱第一要甲咱的39100名的台湾的英灵，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过身的。这些军人啊，要甲敬礼、甲致敬。第二，咱要去大正天皇、昭和天皇的墓前，甲敬礼，感谢昭和天皇，伊伫台湾1941年4月7日实施万国公法内底伊所规定的明治宪法，予咱台湾参政权甲参政权。第三，咱要去日本天皇。现出席日本天皇，而迄个皇宫啊，头前啊，12月23号啊，要来给贺礼，甲祝贺，祝贺啥？伊80岁的生日。当然，咱去啊祝贺伊生日吼，有咱的目的啦吼。咱的目的你敢知影？知影举手。啊，唔知影举手。啊，你上课上到个个唔知影，我阁讲一摆。咱要去给祝贺。甲日本天皇讲，阿弥陀佛，就是讲恭喜，啊！你予阮台湾，会当管咱台湾个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一条的美，甲日本天皇的嘴啊，甲拆起来。但伊这拆起来意思是讲哦，伊袂当讲话，所以第二条，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是管辖权哦，唔是主权哦。有个人戆戆呢？还读国际法的嘛是讲讲呢，讲日本已经放弃台湾主权了，啊，台湾人扣掉了，啊，所以台湾可以建国。我问你咧，足简单咧，你的皮包捌碰起来举手，皮包啊，捌碰起来。好，啊，你的皮包若碰起来，若有人扣掉，是毋是扣掉的人会是会举手？啊，毋是会举手？啊，对啊，你就知影，物件放喺涂骹去让扣掉，扣掉的人会吗？唔是呢，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管辖权，啊，台湾人民讲扣掉了，按你讲变成台湾人的啦，你讲这有合理无？绝对不合理嘛！这个意思很简单，啊嘛真好，好你了解。伊放弃管辖权，唔是讲这个管辖权变成台湾人的，
No， 唔是台湾人诶。这个时阵，都要看日本天皇，伊有啥物拍算？当然啦、啊，全世界拢足清楚，伫联合国，联合国袂当管台湾的意思，你敢知影？因为战争是伫联合国成立的以前，所以联合国不能管台湾事务。所以联合国，你台湾受到委屈，去甲联合国讲有效无 ？No， 一丝效都无，他管不了台湾呐。所以真正法律每一条你要足清楚的，你才有法度，互咱帮忙咱台湾人行出来。因为台湾过去68年所读的课本，拢是胡说八道。啊，所以我有当感觉，读了愈好诶，愈害啦。因为他讲呢，愈定。我相信咱整个是只上课以后，你拢会愈来愈清楚。你国际班毕业嘛？啊，这样对台湾地位有清楚的举手，啊，无清楚的举手，我唔相信你举手的拢真正清楚。你敢若捌啥？捌一个表面尔啦，对不对？咱考试，郡守的考试，郡守是啥意思？州长对吧？每一个州，照伊人口数，咱如果分作咱台湾有50个郡，50个郡，对恁的岛内底拢有啊。啊，这50个郡，郡守，科举，郡守等于是小县长一样了，所在较下尔啦。恁即马毕业，恁嘛取得资格，会当考郡守。即马上届郡的这个也做郡守的考试，12月28号礼拜六下午2点，你来考。我相信你考一摆，你不能考2摆、3摆。能把的选择题呢？选择题呢？有简单无？有简单无？我甲你保证，咱考试啊，我问遐考遐咱遐同志啊，考了安怎？奇怪呢？遐选择题哦，啊，敢那对啊，敢那唔对？来，咱个考题第一题，我甲你讲，你目睭起去，卖看别人个，较感觉的，卖看别人啊！我甲你，我头先听吼。因为法律上，台湾不是中国人的，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对的举手，唔对的举手。未歹呢，咱132个考试，我看超1/3哦，这条都唔对起呢。刚才这条啊，我看想足久的，是啦，我有陷阱的，我先甲你头前甲你讲对啊。法律上，台湾不是中国人的，这对嘛？对不对？嘛是美国的。你啊，一说了才欢喜美国，你听有无？哈、哦，所以头前跟你讲的是对的嘛，但后边这句话就差大背起啊！你台湾不是中国人的，啊，所以台湾人是台湾人的，一说好，那个简单对，我跟你讲。要做郡守，唔是遐简单呐、啊！啊，这是其中的一题尔呢，还够足侪呢，够足侪。例如啦吼，因为200题咧，我即摆向后嘛，我都拢甲你讲嘛吼。例如啦吼，每一年的4月7日是台湾的行宪纪念日，明年的12月25号是台湾的愚人节，对的举手，啊唔对的举手，这是对啊，那唔对。因为12月25，伊中华民国开始行宪纪念日啊，还是甲你骗的啊？那底下你是你台湾唔是中华民国，伊是行什么宪什么纪念日？啊，迄是咱台湾民众后摆迄感觉定为愚人节，哄骗68年啊！你袂记得吗？上课拢甲你讲啊！啊，4月7是日本天皇的行宪纪念日啊！有迄天，咱台湾这个土地才变作日本天皇，才变作日本帝国的啊！啊，是毋是行宪纪念日吗？
为迄种开始，台湾人变做日本天皇的臣民啊，臣民啊，还是行这纪念日，对不对？所以我哦，上课以外呢，你读较爱足认真诶。当是电话底下咧上课，迄阵拄好棒球比赛伫台北伫举行，前一次台北含日本队伫拍，最后诶时阵日本队啊，讲一个好不浪，啊，所有伫看诶人哈，我是安怎输掉了。日本队讲胡文浪那也输掉，那是日本人喜欢那也输掉，我们赢了。前日台北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政府，中华台北输了，那是中国人输啊，是中国人挂咱台湾囡仔去拍球，咱哪有输，咱拍赢才对啊。所以你们人想讲日常生活足侪陷阱啦，你要清楚啦。啊、你听有无？所以我是清清菜菜讲几下例给你听。我希望咱各位啊，我阁讲一摆，我无要叫你拿刀，无要叫你拿枪去革命，我干来叫你用你的嘴来革命就好啊。你的嘴安怎革命？你以后若听到外口有一挂台湾人讲的唔对的时候，你也讲，你刚刚讲唔对呢？你也讲对的好听。是4月1号。伊甲你讲，迄愚人节用唔是啦，迄是咱的台湾行宪纪念日。一点感觉很奇怪，讲你读个歹，但是呢，就需要咱每一个人用咱的嘴去甲台湾人愈侪人讲愈好。咱为2011年的1月14、15、16第一期开始上课到今日，咱无一摆休过呢，每一摆拢遮尔侪人去上。咱是意味希望讲看会当一摆啊，大家拢知影无？但听袂讲哦，这种的法律啊、论述啊，无法度讲哦。安尼一个安尼一个一个去讲，但唔是讲一个一个讲，等于讲大面积的讲无效啦。新台湾论你有买我知影，但是咱新台湾论哦无好谈呢。有足侪同心甲讲哦，我暗时啊困袂去哦，我拢读新台湾论。我上台足欢喜的呢，那后壁迄句我都接，我都接受。我心态上看两眼哦，主人就开去。哈哈哈！我没有啊呢。心态上哦，诶，作用唔是要，唔是要让你做安眠药的。不过呢，迄本册你爱买，我明明想讲你买一册。有钱我咧赚呢，唔是呢，我无咧开始赚这个钱呢。但是呢，新台湾论最上个重要就是讲，有足济法律的伦理物件，我拢放你这内底。所以我们才为台湾战争史开始甲写台湾战争史的回顾。我即马已经写到第几篇啊？242，是不是？来看卖啊，看那网站。来，你看那个网站，台湾民政府官网，你有看无？哦，242，你有看哈、哦？来，你有逐天去台湾民政府官网，请你举手，会捞起来哦。请你举手，啊，无会举手。你啊看，恁要做，恁后摆吼，我等下该登记。恁若无上网去看吼、哦，你讲我今日无闲，啊，你今日若无闲，你这篇文章你都看无啊呢？明仔载都已经变作另外一篇了呢，所以你爱去看啦。你无你看，你确确实有在看的。你的法律的法学的台湾地位，你会越来越清楚。242啊呢，我已经写到哪只，你知无？你又看卖啊无？我是安那写正侪文章，那我都写这侪，因为我一个人，我用各种的角度。每一种角度啊，爱写台湾地位。我将全世界最近所发生的条约，一个一个我爱读。啊，我去读我必死，啊，我写给你看。啊，你阁不要去看，你家己去读吗？你敢看到英文啊？你卖讲看到英文，你敢看遐遐尔啊济哦？卖看你就困去啊！我跟你讲，
所以我替你读，替你整理重点，你爱看。因为今日回去以后，会去台湾民政府官网，逐天去看，举手。啊，无是啥意思？啊，无，我讲哦，迄个毕业证书都卖发了啦。未晓电脑，啊有后生无？查某囝有无？啊有后生查某囝拢有对无？我甲你讲，你有100块无？有，啊好，100块给你后生啊，你个查某囝来，甲恁老母拍台湾民政府官网。啊！你无500块啊，500块啊，系啦！即卖囡仔讲100块无看上眼啦，啊500有无？你有无？你当要插我，唔插我？哈！安尼我甲你讲，你后摆做官员吼，赚的钱卖无恁后生，后恁查囡。我无可能做官员，因为我老啊。老啊！我你真甘心的过来上课，安尼系啦。啊！我这是讲笑啦哈。厝内底人了解。啊，了解真好。会甲拍手一下，这真好呢！没有厝内底人了解，啊，台湾人这款人愈济吼，咱也免遮艰苦啊啦！我甲你讲啊，中华民国老早倒啊啦，中华民国是咱这个台湾民众去过美国以后啊，因开始吼，迄个整个的地基啊开始伫崩，即嘛崩了愈来愈紧，因为捌这个台湾，诶，这个地位的论述愈来愈济，各位共同拍拼，好唔好啊？咱所谓的台湾地位啊，其实美国讲几啊摆，但是美国哦真苦，伊不爱讲实在，不爱跟你讲事实真相是安怎，更不爱跟咱跟恁讲，你不可以独立。我跟你讲为什么？无，安尼台湾的欧北人、欧北友啊，为什么不能独立？很奇怪呢。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哎，竟然让讲我们不可以独立啊，哎，不爱跟你讲理由啊。啊！你即马知影为什么不能独立无？知影举手。哦，即马知影，千万别让独立，因为这块土地是啥个？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的，你要独立，爱去问啥物人？头家啊，对不对？你要问那个老板啊，你要我独立无？对不对？头家是日本天皇，啊，咱税金竟然交予中华民国？啊，唔对，正正讲的，咱就是唔对，所以咱。要甲美国讲，我不爱去交予中华民国税金，但你不爱交，你即马不爱交，你随你爱管，你袂当安尼做。因为啥啦？伊落尾啊，1979年的时阵啊，伊写一个啥《台湾关系法》，将咱台湾这块土地定为台湾 authority， 台湾的地理当局。所以伫美国的眼中。中华民国是台湾治理当局，但是伫对台湾人来讲，伊个种伊叫做中华民国。啊，即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伊讲伊嘛是中国人，所以伊个国共啊，就是共产党个解放军含伊个国军啊，拢叫做中国军。你看有按怨叹无？但是呢，咱自从咱去过美国以后，美国政策开始就。大量的转变，你那个美国讲，你再不给我台湾人应该有的人权，我就搁甲你告。我甲你讲，这个告真好诶，真好用诶，甲中华民国告无同款啊。中华诶，也要告着。中华民国诶告哈，是有钱就判死啊，啊无钱啊判死。中华民国诶法律啊，未公正，会管你我讲你听，你要听无？有人。騎馬去弄到人，弄到人啦！騎馬啦，騎馬啦，騎馬弄到人啊！法官就甲你讲，你要判有罪啊，要判无罪？你讲要判无罪，啊，若要判无罪，会使？落地啊，开开。要判有罪，足简单嘞！你持马伤人，持马，你听无？騎馬弄死人啊，弄到人啊，有罪。啊！若要无罪啊？对，何必弄着？甲改过来，马持伤人。马持伤人什么意思？马家己走去弄着人，安尼无罪了。你看看啊，汉人啊，迄所谓的中国人啊，拢当去生一套啦，拢当去生一套。所以不怪讲
你讲伊无光明，伊讲我有光明，奈无？拢用迄个笔，我嘛学也要用笔安尼。我就用笔甲告美国啊，啊，就美国荷兰告干啊，伊无多啊，伊爱承认啊。啊，这是我讲这天主呢。美国讲吼，本来，阮想讲你台湾人拢戆戆，啊，恁台湾真正戆戆。1950年六月二五，韩战爆发。1950年六月二七，杜鲁门宣布台湾地位中立。所以六月二五，迄时阵啊，伊甲蒋介石就讲，你不可以反攻了。为迄刚开始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伊不爱回转去啊！伊想要不爱回转去，伊这块土地是我美国的，你中华民国是代替我美国直接军事政府占领。喂，后来占领占遮久诶！啊，所以迄当阵，伊派麦克阿瑟12月底来台湾，迄当阵甲黄侨勤嘛。王超勤这两摆听过无？迄阵新议会议长啊，伊安排黄兆雄含伊见面啊。伊讲一句话啊，甲今日美国国务院内底要有这个记录，内面写啥？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是。所以美国为迄当阵开始的政策改变，改变啥？你是中国人啊，我这块土地嘛真正交中国，美国无爱。啊，外面啊，用模糊政策，表面上哪卖哪唔，实际上伊无爱，但是哪卖哪，伊伫咧等，等你台湾人觉醒，你台湾人多多六十年觉醒，就是2006年十月二四，咱去告美国，拄啊告美国是美国国防部足欢迎呢，但国务院啊无相信，国务院甲范尼讲啊。啊！迄人伫算啦，讲我，迄 Roger 迄人吼，我都毋捌即个人，即人伫算诶啦，甲驳回，因为啥物驳回？因为有一条法律讲国家免诉，就国家毋免防告。其实伫迄个2006年十月二十日头前一年啊，我就已经读着讲吼，国家免诉，国家袂当防告。啊，无话我来告会成。迄当阵，咱台湾有足多独派啊，台湾独立联盟啦、啊，台湾啥物派啥物派啊。迄当阵，台湾嘛想讲台湾要地位，唔知要那个讲出来啊。但是伊就不要告美国，啥物不要告，因为有迄句话“国家免诉”。国家免诉了，我阁继续去读，我才发现讲啊啊，有一条路会当行。美国讲伊是人权立国，用人权做伊个国家。我用人权甲你告，啊人权要告啥？啊中华民国，伊讲啊中华民国啊无甲你拍无啥，啊那讲用人权推着护照，这条咯。因为美国占领琉球的时阵啊，和琉球人旅行证件，我讲奇怪呢。啊，你旅行证件是来底写啥？美国的琉球群岛，啊琉球群岛的美国。军政诶，民政府诶，旅行证件，你看这张，对这张啊。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这是啊，美国的美国啦。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讲，琉球的人民要出国，没有用护照，用这张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这个 travel document， 咱台湾人提一下。提示啥？护照，啊！你护照，继续提护照，敢对？唔对呢？占领区的老百姓袂当提护照呢。passport 就是有主权的国家所发的旅行证件，叫做护照呢。你甲美国甲我讲，台湾没有主权呐、啊？我没有主权，我怎么台湾人有护照？所以，为这个所在去华甲拆开的，我发现讲。啊，就用这条就好啊！所以我告美国讲，你违反人权。我唔是中国中华民国的人，但是我让你逼到去摕中华民国的护照。
所以拄啊开始的时阵啊，国务院他们讲，他们太瞧不起我了。甲法官讲，把他驳回。我阁甲法官讲，啊你怎么回答？我就用这你甲回答。我讲，你美国一向强调人权。我台湾今日无人权，我摕中华民国护照，你出国，迄中华民国唔是我的国家，你应该发给我台湾群岛的美国民政府的旅行证件。即、這个甲弄落去，法官宣布，人唔是你甲你告咩代志，人甲你告这個人权啊，你要来答辩呐、啊。安尼啊，电话呢啊，来回12次。来几回，去几回，来几回，12次。啊，这个12次的时候呢，别个美国电话已宣布，你台湾人无国籍，什么无国籍？照道理，咱是什么国籍？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国籍，但是现在无国籍，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日本天皇的权力却杀一遍起来，却吊起来，却悬挂起来，拎布，所以暂时咱无国籍。是为虾来呢？所以无国籍，阿、啊、你好啊！你既然法院甲我讲，我台湾人无国籍，我就加码国家高等法院。哎、欸，高等法院的时阵，美国的国务院佫讲，把他驳回，这人是政治问题，你要驳回。我佫赶快佫用这个国家申诉一摆。高等法院讲，来来来来，人告你人权呢，你要回答。来回十二摆，当时到最后的时阵。过一个延迟辩论，还来爱延迟辩论的时阵，我无好招呢。阿边啊，阿就假怪啊，你免紧张，美国人嘛足巧诶，啊中国人嘛足巧诶，竟然有法国文和我讲哦，台端啊我啦，没有被限制出境，可以来申请护照。你捌和内政部甲你通知讲，台端没有限制出境，啊可以申请护照，请你举手。啊，那无一只手，当然嘛无啊。你想看咩啊？那你接着这个公文，你要去签无？没有，没有。我无遐讲，我跟你讲，我若刚去签的哈，我若出国去，我跟你讲，我就不回不来了。我有啊，是外用啊。我来无护照，哦，你搁听无呢？你搁听无呢？叫甲问讲，遐美国人，啊，你讲遐美国人哦，美国人甲问讲，啊，你不要去申请护照吗？我说我不是中华民国人，我怎么申请？我甲你讲，我若去申请落啊，啊，咱这个台湾民政府拖起啦。我是代表台湾民政府的人呢，我无承认中华民国呢，你唔免学我哈，我只能代表就会使哈。我不是讲叫你往那学啊，所以我无申请。啊，即摆吼，外口讲的一堆呢。迄、那個、林某某欠税啦，限制出境啦。刚是讲我有欠税，我已经2002年6月2号偷渡金门回来，到今日嘛已经十几年啊。啊，欠税有欠十几年的税吗？无可能嘛，我无做生意，我回来我都唔敢去做生意啊。我拢无做生意啊！你欠什么税？我有上电视吧？有啦，有啦，迄嘛有啦，啊，迄拢我啦，等下又讲啦。到后尾我拢不爱去的原因是啥？我去讲的时阵哦，录影可能录影啦吼，迄、那个节目是一点钟久对不对？奇怪，我若去录影拢6:30真久呢，迄对我真好呢吼。啊，感觉真好个举手，啊，无好个举手，啊，唔知个举手。恁只只头脑足简单嘞，甲你6:30前过，伊就甲你加嘛。你若讲到中华民国派位，拢甲伊加掉嘛。安尼我太袂去，所以因为迄个以后，我就歹去啊。所以你们看三立啦，民视嘛同款啦，拢为中华民国啦。所以我落尾我拢歹去。就一摆电视5000块呢，搁大饭店的钱呢，算伫迄个时阵几啊年啊，对不对？我算很高的待遇呢，我来不爱去，叫你来啊，
啊，六点半千句啊，播出七点千句尔。伊不爱滴个话，不爱听个话，佮中央两摆拢总加加掉，我太袂去。所以固定化呢，我们延迟辩论的时阵，我没有护照，我甲美国讲，你若要叫我去，会使，你派直升机来加载。安尼这是难题呢，但是我头脑嘛袂歹呢。啊了后，伊讲吼，伊就伫笑啊，伊讲嗯，啊你不申请，那我也没有办法，无要紧。美国的法院是由律师专权代表原告，你看迄个电影，被告也好，原告也好，讲话的时间真少，拢是甚物人？你讲话？律师呢？所以中华民国的法，迄个法院和美国的法院是完全不一样呢。所以像美国的法院遐尼啊贵，对，伊代表你讲话，所以伊对你案件要确确实实的了解，伊才我都讲话。当然，迄个时阵，伫高庭法院的时阵，咱的律师啊，嘛有啥计较啦？因为照道理来讲，我是专家，我甲讲，伊照我讲就好啊。伊不，因为这样不好呢，啊，无法度啊，啊，所以我就无去啊。由律师专权代表，啊，美国国务院派一个哈佛毕业的法学博士，一个查某的，啊，这段的对话，你也可以看我们的网上足清楚的。当然，那律师讲遐话啊，我不是很赞成啦。我一寡物件好呀，伊唔敢讲，伊为着美国的利益啦。啊，所以。高庭法院才宣布那五点，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炼狱，承认美国要个军事政府占领台湾，美国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原告，就是咱啦。所以这个告诉以后，我当然嘛唔甘愿，我上诉去最高法院。诶，上诉最法院是足贵的呢。迄阵，且讲迄阵无难吼，垫到最后安尼，剩一口气吼，我甲讲啊，这最后一块气吼，无甲垫出来吼，免啊甘愿。我无骗你，后日要截止，最高法院要截止，我甲明仔，我迄个钱才扣好势，啊，所有的同志拢集合。哎，大家帮忙，你负责哪里？一八万，一个八万，一个负责八万，欠五万块美金，都还未审判，就爱五万块美金交出来。啊，交出以后，甲2009年的8月6号，哎，向向美国的这个国务院啊，竟然宣布讲，我们放弃抗辩权。伊讲我袂甲你算啊啦，你讲拢对安尼。其实放弃抗辩权哦，迄当中我看了我就真欢喜啊！我讲安尼咱会对啊啦，啊赢嘛，安尼赢拢点点啊。我们赢了，所以8月6号，迄天我就欢喜。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最高。10月7号，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本案搁置，等待审理。啥等待审理？就是今日咱去上课的原因啦。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接到捐款，你我都接捐款啦，无你的人有啊无？迄人是真济啦吼。但这人你若接到捐款，敢若美国讲的，你不可以变成共产党国家，你不可以宣布独立。爱问天龙，所以人家也开始开课。你也知影讲，谁那你那来上课？啊，要上课，敢有遐简单？我问有遐简单无？拄啊开始骂人讲哦，啊去租饭店啊，对不？去租饭店的，租饭店是好啦吼。那人真多是可以啦，啊那无够人是咩啦？咱有当一支26个人，拢有人啦。上少还够10几个人诶啦，啊！那10几个人，咱若真正租饭店，咱免啦，咱叫北皮，我甲你讲，好加载。
这个农庄的主人啊，伊讲吼，听我演讲了，我摕这个农庄出来，互你去使用，我讲真好啊。但是我来刚刚甲伊讲起，我钱拢你收，但是收有收无拢你的代志。较巧啦，你莫在咧贪心啦，收有收无拢伊的代志啦。啊，这种安尼无巧吗？迄阵伊农庄的主人要叫咱这东西贵啊，东西十几个东西，那恁啥物人来跟我签约？早个无半个咧，剩我咧，啊，我硬着头皮啊，干面。啊、哦，来，我签，人伊真好，伊毋是讲干那收咱的钱，伊干那收咱的钱啊，伊家己搁搭倒塌钱。咱本来无通穿这种的设备的，这本来是拢房间里呐，伊敢甲讲掉，啊，那你做头家啦，敢甲讲掉，涂骹甲铺咧，啊，这椅仔倒甲买咧，你有法度无？你有法度伊举手？啊，无法度举手，哎，你有良心啦。对吧？啊，所以落尾啊，你也看哦。啊，咱这边愈来愈办啊，愈来愈成功的时阵啊，就开始有要甲恁破坏啊。四月二五，竟然有人用咱的名要去美国的首都，甲宣布台湾独立，台湾政府。好佳哉，美国老早发现啊，啊那无咱就麻烦啊。所以落尾啊，这个九月七日，搁再一摆。在华盛顿地区办酒会啦，这酒会你有看下手？啊，你有看网络啦？我当然是网络啦。那你讲你看会着？还是美国的举行的啊？咱实况转播呢？现准是全台湾所有社团也好，有啥物人敢将因的实况拢从实况转播的？没有，独独一个组织，台湾民政府。你们拍手，你看，你的反应足慢的啦。刚才要听，啊听，大家拢欢喜，啊嘴也开开，欢喜就好。啊，我未感觉好呢。别，拍手未差啦。我是讲，因为今日就算讲有一挂时间都跟恁讲讲这，恁绝对听未到的话嘛，是足艰苦的呢。但是我会当个故意讲，你听好清楚。一月一号，恁爱来，当然你毋是讲家己走来哈，爱甲恁个酒店报名哈。酒店有车互你坐，因为你国际班你要来是名正言顺的，啊要来吼，袂当穿甲里里落落，拢爱穿西装。啊无西装要安怎？凊彩啦，都爱穿西装啦，无一定爱穿乌色个啦。有西装的人举手，啊，无西装的人举手，无西装的，无要紧啦，外口俗俗的啦。那要穿西装哦，哎，800块你有听吗？不一定爱穿乌是无唔对啦，但是呢，女性那套装啊，好啦，套装啦。当然啦，咱台湾民警的官员吼，你早晚爱穿西装啦。我跟你讲，你早晚一定要穿西装的，这是一种的礼貌嘛，干不是？对不对？啊，台湾人哦，即马学一挂中国风啊，足歹，清清菜菜，马马虎虎啦，穿水衣嘛要出来，你袂感觉吗？对不对？啊，咱台湾人哦，即马遐中国人，你甲看，过去中国人甲咱台湾人上界大的区别伫对，遐中国人啊，绝对唔爱大头毛的啦。我去中国甲看吼，大家头毛吼拢自由发展呐。咱台湾人就无共款，咱规规矩矩啦。这我上界大的感想啊。咱台湾人真清楚，就是讲一点啊，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台湾民政府所有人拢爱注重你自己的外表。台湾民政府后摆执政，互你趁有够额、有够钱来注意你的外表，安尼好唔？哦，啊，这里就好啦吼。是。胡子没有关系啊。你在说我打磨，我一年刮掉
哦，没有关系啊，继续当达摩，你可以继续当达摩，没有关系，很漂亮啊，哦，好处嘛不要紧，对不对？但是啊，爱经历啦，好不好？好，好处爱经历啦，情况呢，我是每天要刮胡子呢，虽然没有几根呐、啊，嘛是爱每天要刮。啊，当然哦，爱穿西装，啊穿爱规规矩矩哈。我讲穿安尼时阵哦，咱台湾民众才慢慢慢慢会当改变全台湾的风气。你唔通想讲哦，叫你穿个水水，是要创啥？哦，凊彩穿门同款，同款。但是我跟你讲，大家拢注重大家的外表哈、哦，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风气会改变，对不对？卖去唬人讲，啊，你台湾人无气质，台湾人绝对有气质，但是台湾人啊，足欠的，啊，西装买一束啊，穿足久的呢。都爱洗就赢了吼，是啦，起码爱两束就对啦。啊，但豆豆买无要紧啦，啊、哦，但是呢，上少爱穿一束嘛，对不对？有场面的时阵爱穿嘛。当然，应该讲法律，讲到穿西装去。我是你讲哦，咱一定爱家己注意咱家己本身的清查。稍等下吼，我先说，咱这个三点半爱翕相啊，你唔通去先去整理行李啊，我先去甲你建构啊，行李整理刷入来，落来已经翕刷，翕相两秒两分钟尔呢，你一定爱先来楼卡翕相，翕了后再去整理行李，这是非常重要。同时呢，咱周边的朋友，我再广告一下，三分钟，你周边的朋友较少年呢。都不是老的不好啦，较少年的，咱的后生辈、孙阿辈，鼓励因来上法理，法理啦。这个法理，我跟你讲，是咱台湾人唯一的生路啦。你台湾人后摆要跟人战争，有法度啊？你绝对无法度的。你台湾人嘛不爱做兵，就爱做兵的举手，不爱做兵的举手。你看，我拢做了也无唔对啦。那你个你后生，你有后生啊，有孙啊，你的孙啊后生要做兵吗？绝对无爱，对不对？无人要做兵啦。啊，其实即卖战争慢慢做兵咧，即卖拢机械机器啊，对不对？咱即卖用头脑就好啊。咱爱注重咱台湾的。家庭伦理啊，过好。过去台湾无贼啊，日本时代捌听到贼来举手，唔爱举手，拢唔捌啦。你全部你听过你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讲过嘛？讲拢大门免关着，嘛不要紧啊。我会记我做囡仔时呐，我阿公啊。我外公啦，我内公较早过身。我这个啊，做外公啊，住伫苗栗湾里，伊厝是日本，而且啦做咱过去啊做中国迄款的三合院迄种的，从来没有关门，啊没有小偷啊。啊，最近我去拜访我外公迄间厝，因为我阿姑即摆伫遐开医生馆，门关紧紧的。我他这样想啦，就查了就高的呢。是啦，是啦，是啦。你有听的吼？即马食毒的足多，啊有食毒的牙酒，你绝对袂牙酒。哦，啊无食毒的牙酒，我根本就免问这句话啦。你吃毒你也不要手啦，不可以吃毒啦，哎，不可以吃毒啦，不对啦。我吃毒吼，要戒听说没得戒呢，因为我没那个经验啦，所以没得跟你说，但我跟你劝你不可以这样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做高级班吼，高级班上课，当然我就看到我们大家人吼，上到这个第三天大家都嘴笑目笑啦。伊马上三点半了后，你就会领到这个叫做结业证书。
但我把各位讲，咱的人员也阁无够，咱即马才差不多3000，较无200，也阁欠条800。但800以后，咱嘛阁加条10%左右，咱才敢甲美国讲，我们准备好了。因为咱这个10%先爱10%，你前阵头拄啊阿尚讲哦，阿爸不爱做官，害啦，阿就欠阁欠一个去啊。所以呢，我看是吼，爱加1%到2%啦。所以各位，大家来共同来扶持台湾民政府，来替百姓设想，安尼好唔好？好，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好，请起立。